贾静雯最近参加《路政》，乘风破浪2023，48岁的惊人美貌让许多网友惊呼：台湾的女星怎么都不会老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不过最近网上疯传一个很可爱的片段，卫斯理在 IG 转发了一条贾静雯在节目上太过放松的影片。只见影片中贾静雯自顾自地甩手做运动，完全当成自己家一样。不过下一秒她似乎是看到镜头，立刻露出震惊的表情，画面相当爆笑。而之后贾静雯也自己转发写下怎么可以那么放松，并解释我没有看到镜头啦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太做自己的我，后面也放上笑哭的表情。网友看完影片后也笑说可爱死了，看一次笑一次，轻松玩得开心就好，难得可以看到影后这么不同的一面哦。Thank you.